百花门的弟子，一不能乱看乱瓢。看着，二不能胡言乱语。如何状况？我在看你身后岩壁上的那条蛇。三，避免争执打斗。来，打我！来来，多打我几下。看着，五，不能损了门派的尊严。 哇，好凶啊！顾大掌门，绑了。门派里的事不管，千天王百花门跑，眼里还有没有门规法度？你们得是要去，早点回来呀！太好了，长老，要去，一个一个去。你听见了吗？给你的，咚咚咚咚咚咚咚。我懂你个大头鬼啊！ 如此良辰美景，林赋诗一首。美人，美景，天啊，好浪漫！赵大哥，我练功了。花香似锦，醇厚无比，好香。青丘刚刚沐浴过。我说的是酒。真败气！竟敢修炼这等邪功！ 看到了人生巅峰的形象，你师祖定了这么多条门规禁令，被你们这些徒孙都毁得一干二净。爱你三十步，哼！打扰了。